Hello， 我美女。咋的？泡墙里似的。你给我拜个年呗，我也给你。我给你干啥年呢？你不是大人。嗯。我是你姐，你给我拜个咋的？你这里面装的啥呀？你给我看看。有人。你里面装几个？装几个？哎呦喂，这就一个领啊！我不，那我可不要。哎呀，你还嫌少？嗯，给你就不错了，他们我都没给。啊、嗯，你给我换几件红色的吧。我可不臭，苦了你了吧？你先给我拜年，过后我再给你补上。嗯，那你要说话不算数怎么办？有人，我肯定能给你。不行，我要说话不算数，我就是小狗。那行，你给我磕一个。姐，新年好呀！拿着吧。剩下的呢？我过两天我再给你补上。啥钱啊？你等着吧。我给我回来。纷争开始了。你又干啥？你拜完了吗？过完了，钱还没到位呢。我过两天给你就是了嘛。你别想忽悠我又玩我啊！你那点事儿你要不给我试试，你看着啊。